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大家好，嘿，基尼的阿基尼，今天呢，佳佳拿基尼基尼和江一江一的图案来一起制作纸片球体关节娃娃游。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 Go！今天呢，基尼拿基尼基尼和江一江一的江江这个图案来制作纸片球体关节娃娃看看哦。好，如果朋友们也很想制作的话呢，就进入下面的添加项目下载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两个当中先来制作基尼基尼看看吧。本来基尼基尼的胳膊和腿都在一起，突然这样分开真的很奇怪吧。不过因为基尼要制作成胳膊、脖子、头部和腿都要动啊，所以就这样分开了。好，那么我们跟基尼一起来剪这个看看吧。剪吧。好，这样基尼都剪了胳膊和腿还有身子哟。好，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把腿和胳膊和头部都排列出来。好，有点不好，基尼基尼脚弄反了哟。好，接下来，哦，头部比我想象中的更大哟。好，还有呢，这样就完成了基尼基尼哟。好，如果想做关节娃娃的话呢，都知道应该要动起来吧，所以准备了，加赞！这是什么呢，朋友们？是做耳环的材料之一哟。这是塑料做的耳环配件，是不是？好，给你来拿着这个呢，做一次关节确认，看看会不会动哦。几个呢？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个。好，这种情况下，现在这里打个孔，然后呢，把基尼刚刚拿出来的这个插在这里看一看哦。好，那么锥子很危险，所以呢，用基尼在家里用过的这种笔来打孔看看。呀、yeah! ，打孔喽！有孔喽，把这里会这样做的哟。那么这个也是现在也要帮它打孔，这样。好，这样之后呢，把这个插在这里面之后呢，不进去吧？什么呀？为什么不进去？好，再试一次吧。好喽。好，这样进去的话，基尼用剪刀剪掉突出的这个部分，用剪刀来剪哦。没错，好，那么变得干净了。好，那么，棒棒棒，头发会这样动起来，朋友们。好，这个有点不是骨头，所以是关节。不管怎么样，基尼为了给它更多的活动，连头发也可以动的哟。头发贴得太靠里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基尼也第一次制作，所以，哦，应该这么做的，弄反了呀。好，头发要贴在脸部底下，然后好好插进去。嗯，好可爱，就是这个哟，朋友们。基尼来另一边也试试，打孔，然后这样叠好之后，用它连接好，再切掉，加加，哇哦！这样两边的头发就完成了吧？可以动到，哇！所以这样把头发藏起来，变成没有头发的基尼基尼，有头发确实更卡呀。好，接下来剩下的头发也这样贴在身子上面看看。好，所以这个应该要到脸部下面。check， 赞！哈，把头部点点头就能这样了，好可爱。好，现在剩下的胳膊和腿都贴上去吧，赞！这样就完成了基尼基尼纸片球体关节娃娃，怎么样，朋友们？哇哦，这样让它动起来，感觉更加生动了呀，朋友们。好，腿也伸直了。这样，把腿贴得太紧了，基尼做的。朋友们 ，Hello， 你好。啊 ，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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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在恭恭敬敬的立正敬礼，大家好。
这就是球体娃娃的妙处吧，朋友们，关节可以动，但是请你借你头部也可以360度旋转哦。好，现在只要基尼基尼一个人待着就非常孤单，所以这次基尼将给他做一个将一将一哦，这次要用魔术肩吧肩吧呀，加将，这样的话会非常快，基尼亲自讲了哟。好，那么基尼再来把头部和胳膊贴在一起看看吧。哈 check， 这样剪掉完成，加针，哇，有点像踢足球一样是吧，脚上加球，就只要放足球的话非常像射门的将一将一摇，向朋友们敬礼。 Hello， 朋友们好。所以胳膊也可以抬起来，也可以踢球哦，哇，非常柔软，这样让它立起来吧。基尼基尼也要做芭蕾看看，变成非常柔软的基尼基尼和江一江一。江一江一很有意思哟，欺负江一江一的感觉哟。哇，好，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想多活动关节的话，把这里的手和脚就像基尼连接的一样，多些连接的话应该可以动更多的关节哟。那么基尼下次带更有意思的制作回来哟，拜拜拜拜拜拜 check。